看的世界很毁灭，我要想办法改变。政府宝石也被偷走了，意外的吗？那该怎么办？我也不知道，可是我这个法力也打不赢他。可是你不是一个人啊，看不就变更强了吗？这有三个宝石，这样轻轻一喷就可以把我们消灭了。我再想想办法。我也总是会想起和你。你回来了。对啊，你有什么进展吗？这是我们三个的力量，一颗宝石就可以将他们消灭。真的没有其他办法吗？瑞真的要来了。你还记得你三年前来找我那一次吗？知道。你还没来找我之前，我都在山上跟我师父学，怎么没办法成功？那时候我也没有想太多，回想起来，那个东西的力量也很强大。那就去找啊！与其在这里堕落，还不如去试试看。确定要为我们这么做吗？不确定，所以才要大家一起讨论啊。他在两天后会攻击地球。我有办法，只是时间不够，所以我想出了一个办法，让时间暂停，给他一个足够的时间。你会有一半的可能会死掉，我们也没其他办法啊。但是我们不能一直上。但那颗宝石是我们唯一的希望了。三颗宝石都被偷了，哪来宝石？难道是地狱宝石？不可能呀，它已经消失很久了。反正我就是有办法。如果拿到宝石，也许可以打败瑞。但是时间暂停太危险了，我会尽我所能，不会让自己死掉的。反正我说不行就说不行，对，不行，不行！你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看来我的任务开始了。师父跟我有一样的能力，说不定他会感受到我能力的气息呢。加倍！所以师父不在这。过了三年，这里好像要变了。不要！不要！我失败了。我找不到地狱宝石，我必须穿越时空才行。你到底时间暂停，现在还想穿越时空？一到六度乘以三，穿越时空比时间暂停还简单。时间我应该可以掌控。可是这样我们就是阻止偷宝石就好了。时间不是这样算的，我只能假扮成当年的师父，这样才不会让时间过多轮回。瑞要来了，瑞要来了，他到底回来了没？对不对？怎么了？来了，他来了。你们怎么会想来这里找我 ？OK OK。三颗宝石结晶体，
小心！这能力也太强了吧！你还好吧？ It's my turn。天哪，地狱宝石竟然伤害得了他！快点！